这个我们冰的公主还有秦轩呢，现在在挑这个饮料。吃空心菜，然后卤肉。啊，你没吃哦？有红的。哦，好好。拍啊，好。哦。你要不要选 Oreo？ 我没喝过。啊 ？Oreo 是那么难喝吗？我选 Oreo 哎。那个，这边有 Oreo。我想要凤梨。哎 ，Oreo 到底是好喝还是不好喝？为什么你们那么害怕？是不是很恐怖啊？为什么都没人要切哦？是哦。嗯，好吧。哦，那你挑陈椒茶。如果陈椒茶，你就请你。好吧，那我就挑这个了。我决定了，我不再换了。